接下来你们仍然有机会通过完成任务来获得一项至关重要的特权。特权？复活？复活？不会吧？回去啊，我不想再回到那里了。就把你复活？不要，我不想回去，我愿意在小木屋里一直待着。再次提醒一下你们各位，你们目前也并不能100%确认彼此的身份，所以接下来的任务是你们四个人之间的个人战。只有任务获胜的成员才能得到这个特权。哦，我们这项任务是救救我呀！救救我呀！救救我呀！救嗯。救救我呀！挑战者双手背在身后，站在独木桥上，用膝盖夹起垫子上的鸭子，起身并将鸭子带到独木桥后侧，即位成功。最终完成难度最高的人获胜。跟腱很重要，它是越高越难是吗？越矮越难。越矮越难。你觉得难吗，晨哥？确实有点难。哎，这么美丽的环境，咱们就不能玩一些轻松的游戏吗？感觉这游戏结束之后，我得去找个喜临门床垫躺躺，好好放松一下，享受一下森林的这种负氧离子什么的，对不对？我要去躺喜临门了，恢复恢复体力。深度好睡眠，自在天地间。现在不行，现在不行，得玩游戏。稍后录完这一趴之后，可以给你找一张床，给你搬过来。这下边就是。就是喜临门，一会儿你就躺这上面就行。好，好，好，跟我丫躺在一起。我先来吧，好不好？你先来吧，你腿长，给你调一下，位置稍微调一调，隔高低比较有更大的关系。我救救我丫。站都站不完，上都上不去了。你是跳舞呢？准备干啥呢？哎，这膝盖能碰到那儿吗？啊，怎么碰啊？膝盖都碰不着那儿啊！这么难，我估计我也不行，可能。他好像是要远一点。太难了。我再试一下，我再试。先蹲下，我挺好蹲的，然后再夹。怎么了？加油加油！拿脚尖不是脚后跟。我脚尖我也够了，没那么脚下不去。哎，可以啊，可以。屁股坐在地上才行。夹呀。这块肌肉平时是练不到啊，确实。核心收，坐起来的核心收收，起不来了哈。嗯，给你剪了一片啊，可以。先蹲下。对。你怎么感觉蹲不下去啊？蹲下去了呀，然后呢？不能脚掌，脚尖儿，脚尖儿。你这小腿好长啊。对呀。算了，别动。嗯，再来一次，我觉得有点真费劲儿。是什么问题呢？我觉得是跟腱有点长，你的跟腱长还不好，不好了，恰，不行了，不行啊，分开根本下不去啊。你那么想赢吗？我是好人，我为什么不想赢啊？蒋龙也是好人啊，陈哥也是好人啊，我也是好人啊，咱不就是要挑战自己吗？凯哥不像挑战自己的人，我觉得有点，你是懒虫的头子。哎呀，真相大白，你们就知道了。垫回来一个，不就是要挑战自己吗？要不把那片也垫回来吧。好。住手！哎。对不起，我牙也不行，这根本坐不住，骨骼的问题。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骨骼方面的一些弊端。我试试，这这么难吗？
都坐下了都。然后呢？然后站起来，可以核心核心站起来。这可以，这算了，这算，这算核心吗？太核了，好厉害，太核，太硬核了，好难啊！哎，好像这样蹲下就好了。你先蹲，你再试试。蹲下去感觉分不开了。你说你这红袜子不投你投谁？这真掉色，你看它的这都容易染上色。我们都容易出这事儿。悠黑悠悠游戏哦哦哦对是压了叔叔找窍门了找窍门了我比陈哥少一个少一个我赢啊少一个你赢了少一个少一薄的对少一薄的我给鸭子录个音。哦哦哦！哎哎啊！哎哎啊！有有有！哎，可以，比我少一片，是比你少一片。再试一下吗，陈哥？行，我再挑战一把。给你拿掉来，拿掉两个，拿掉一个就行了。对，这样就比蒋龙多了。来吧，加油！哦，可以。哇，这核心可以。起。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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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太厉害了吧 ！Big Power King on legs。来吧，蒋龙，挑战一下吧。我有必要吗？那就看你俩互相信不信任了。我信任，那我就挑战一下。看卷起来了吧？哦哦哦哦哦哦！哦呦！哎呦，有点轻松了，我感觉。还要来吗？我不相信他。你不相信那就来呗，我现在已经无敌了，我还能再撤仨还能玩。你是说给我听的？哎呀，这还刚下来了，这小倔劲儿了上来了，哎，三片，那还得去一个。哦，比你少一片哈，好。哇，可以。这怎么做到的？继续。这胜负欲，我怎么上来了？我现在已经比那个低了。答了个大的，你换俩小的，对。不用换，不用换，不换吗？别换，别换，人家刚才就这气势。行行，嘴下不是多没面子呀？你牛，你牛。平时有练脚尖儿，以前练拉丁的。哎呦嘿呀！哎呦嘿！刚上了，哥，这个真不行了。我还能继续，哥。你又给我放话了，真的，真的是真的。好玩了啊，今天，我要不拿一片小的，拿片小的，是不是？很好看，很好看，像看亚运会，被体育精神感动了。这个太难了，这个太难了。嗯，哎，你真的已经做得出？这个真的要靠腿，这个真的要靠腿，要不这个……我这纯靠力量。对。哇哇，这可以！这这可以！力量和核心。
直接让你死心，直接让你死心。行了行了行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死心，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行，那我再试试站起来。你这种不言败的精神，我这个。经过大家的挑战，极限最高的人是蒋龙，所以恭喜你在这项任务当中胜出。那么现在就请你来领取特权卡。哦，恭喜你获得会员置换权。哦。恭喜你获得会员置换权，能够向未来选择一位与淘汰组合换。淘汰组，你看，哦，什么？我觉得有一位在这儿，他是肯定不行了，我觉得他不行哈，啊，就让成哥回去吧。我回去，但是你要回去了，他们下一轮还把你投出来，我觉得不至于。但我会换，谁投我谁不就是坏人吗？对呀，啊，所以我就更好的让证明坏人就出来了呀。那又怎么样呢？他还是把你投出来呀，无所谓，坏人还是在场上。没事，我现在更明显，一个坏人已经在这里了。哦，你看片子吧。哎呀，你倒是话别说得太满。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告诉大家，大轮回了。接下来你们几位将重返山水基地，在基地会议中心里完成你们这些淘汰狼们的经验返场。哦，换衣服吗？不换。那如何经验呢？就这事儿够经验的了。稍后你们将可以在所有人面前进行这一个重要的选择，并共同见证这一选择的结果，准备重新登场。